你知道吗？你穿上正装之后，变得更帅。我本来就那么帅啊。做人这辈子，我最讨厌赌博。但是今天，我必须跟你赌一把。欢迎下注。这条项链是我妈临终之前交给我的，也是我们家的镇家之宝。它对我来讲非常珍贵，我就把它送给你，就当赌注。怎么赌？如果这辈子你背叛了我，或是我背叛了你，你就把它还给我，就当我输。那你肯定不会输啊！我秦思思这辈子没有背叛过任何人。那我可不一定。行，怎么样算你赢？带他，带一辈子，那就我赢。成交。这就是我的完美女友，但是我们之间并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。哎，你看他们。我们的事情要从42天前说起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在这儿装了。我要是你的话，马上给人家跪下去。他开车撞我，我凭什么给他跪下？凭啥子？就凭这个？什么？人家赔你的医药费，还有精神损失费。多少？3万。哎呦！哎呀，银行几点关门？5点。现在几点？10点半。哎，我确实搞不懂，咋个装的不是我呢？回忆哈了，你说什么？那辆车子吧，没把你给撞死。要是把你给撞死，那钱不就归我了？哎，闹着玩闹着玩呢。我算看出来了。看出了什么？你最近一定会走晕。哇，好酷，好酷啊！好酷的轮椅。
挺牛逼呀、啊！你没事吧？好像有事儿。这是什么？下个月的工资。哟，提前发工资了？下个月你就不用来了，你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？业主把你投诉了，而且要求必须开除你。为什么？为啥子？因为你对业主进行打击报复。我怎么打击报复了？人家刚刚把你撞了，你就把人家娃娃撞了，这不是打击报复是啥子？这完全是巧合啊！巧合？那30000块钱也是巧合啊。这那30000块钱还给他还不行吗？有事儿吗？那个，你没事吧？你说呢？还疼吗？当然疼了。这真不好意思啊。家里面有人吗？我不是人啊。你父母不在？我妈上班去了。她在哪儿上班？就往这边走。你好，我想找那个秦思思小姐。你和我们秦总有预约吗？秦总，我没预约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秦总很忙的，您还是提前预约好了再来吧。我可以借用一下你们的洗手间吗？可以，楼上。谢谢啊。秦总，太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就从那个门口溜进来的。我秦总，我这次来是特意向你道歉赔罪的。我不小心把咱们的孩子，您的孩子给撞了，可是没多大伤害啊。对了，我上回我讹了你，哦，妹妹拿了你30000块，啊，现在还给你，就当扯平了啊。钱我不要了，拿来赶紧滚。啊，这钱怎么能不要呢？这我也不能要啊。安全吗？秦总啊，秦总！哎，警告你啊，不许跟着我！哎，我不跟着你不行啊！你不要投诉我了，你投诉我就下岗，我下岗就没工作，没工作就没饭吃，没饭吃我就饿死了。我考虑看看。秦总，秦总，你等会儿啊！能不一直跟着我吗？我刚不是答应你了，我会考虑一下，别烦我行不行？哎，我没有烦你啊，我就是叫你去考虑考虑，认真考虑啊！啊，我马上消失好吗？哎呦，哇！我的包！抓贼！别管闲事！哎，你干嘛你？
好的，来。站住！救命啊！对不起。好帅呀、啊！谁帅啊？当然是你了。别跑！大哥，你放了我行吗？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给你磕一个。我再给你磕一个。我给你磕俩。笑什么笑啊？来，哟！哎呀！挺白啊，哈！哎，包给你。谢谢你啊！不客气。全他妈让你看见了，臭流氓！说了半天，你知道为嘛这么不顺吗？为嘛呀？就因为你身边的小人太多。贵人太少，要想顺，你得找贵人。那我的贵人在哪儿啊？给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看看你的贵人到底在哪儿。中心医院，我确实搞不懂。哎，你咋那么有福气？都开瓢了，哪来的福气？哎，人家把投诉给你撤了，这不是福气是啥子？哎，这是人家送你的。这么多钱？哎，有啥子钱哦？营养品。来虚的有啥用？虚？这个才不虚嘞！我跟你说，路边专治肾虚。记住，你的贵人是陪伴你一生的人。你结婚了吗？结过。又离了？我老公死了。再找一个呀。找了，也死了。没关系，接着找。找了，又死了。啊？你都死啥了？你这命够硬的呀！我觉得这是巧合，绝不是巧合，这就是命。你是属马的？我是鸡。你是鸡？不不不不，我属鸡。拿着。哦，大师啊。您这周易的易字写错了。没错，我就叫周易。哦，我说呢。我给你好好算算啊。哦。记住，你的贵人一定是属牛的，而且他还是木命，不但生辰八字带木，他的名字也有一个木字。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此人还是一个穿制服的，他跟你的缘分可以说是出神入化，天马行空，追悔莫及，是赴汤蹈火呀。你俩在一起，先是麻烦不断，后是历经磨难，他是阴魂不散，你是一厢情愿，最终是感情泛滥。
天机不可泄露，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林先生，你怎么来这儿？我来看看你。看我？林先生，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说吧。您贵姓啊？什么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您是双木林的林吗？对，两个木，树林的林。那您属啥的？牛。你不会是牧民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牧民。原来他就是大师说来解救我的福星。秦总，你没事吧？秦总。嗯，没事。怎么可能呢？无论是经济状况、社会地位还是教育程度，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。这问题是，他现在所有的状况都跟大师说的对上了。哪儿对上了？你听我说啊，我跟他真的一起共患难。我问过他了，他就是木命，名字里还带木，而且他真属牛。你再看看他每天上班穿的，这可不是制服吗？保安服也叫制服啊？我不管，那也是制服，反正看着挺帅的，招人喜欢。亲爱的，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会相信这种江湖骗子呢？你觉得你跟小保安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吗？那你说说，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让我幸福啊？得了，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。九哥，上班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呗。别整那些没谱的事儿，成吗？不但有谱，还特别靠谱，一富婆。不但人有钱，她还长得漂亮，揍一样结过婚。离婚了吗？啊，不是，她老公死了。有孩子吗？没有。那还行。哎，你要觉得合适，咱明儿就能见面。说了，你要是没意见的话，咱下个月就可以结婚。下个月？嗯，那么着急啊？她老公不是死了吗？她觉得这段时间不大顺当，想赶紧结婚冲冲喜。她老公什么时候死？前天早上。你怎么不跟她老公一起死？我。秦思思小姐吗？是。在下查尔斯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别客气。嗯，应该的。嗯，看路，看路。我到了，谢谢。哎，秦小姐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送送你呗。不用了，这么晚我自己走。不是，你干嘛？秦小姐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我相信。我突然发现我爱上你了，秦小姐，我爱上你了。干嘛？秦小姐，放松，怎么没人？放松，放手啊，放手，怎么没人？秦小姐，秦小姐。
爷！哎呀！放开他！林先生，今天非常谢谢你。哎，别客气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林先生。我拜托你，今天的事情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啊，当然，当然，啊，拜拜，晚安啊，啊，拜拜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嗯。我这次不会又是幻想吧？不管，来吧。这个算是谢谢你的，别跟我客气啊。这不合适吧？啊？谢谢你啊。我进去了，拜拜。喂，这不合适吧？啊，这卡里有多少线呢？不知道。你查一下啊。怎么查？没密码。那你就问一下啊。问谁？问那女的。这合适吗？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，我觉得那个小保安跟我挺有缘的。你不会是真的看上他了吧？这小子没准是看上你的钱了呢。应该不会吧，我昨天试了他一把。怎么试的？昨天呢，我给了他一张10万块的银行卡。10万？嗯，如果他把钱花了，就证明他只是为了钱帮我。如果他把卡还我了，那就证明他不是一般的男人。我敢断言他还的可能性为零。去，秦总，有位先生找您。嗯，对不起秦总啊，您这张卡你还真的还回来了？太伟大了。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林先生一会儿有空吗？干嘛？秦总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逛商场，我也不知道逛什么东西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林先生，其实我找你来是想帮你挑一个礼物的。又不是过节，买什么礼物啊？你昨天帮我一个这么大的忙，我给你钱你又不拿，所以我心很过意不去。这种事是个男人也会这样做。没事没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林先生，你等等。你在这等我，不许走。林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等那么久。哎，没事没事。那，这个表送给你。哎，不是说不要吗？多少钱？160。160，这么便宜啊？太漂亮了，这多少钱？160。比我这铜链子还便宜？哪儿买的？银河国际商场。我也来一块儿。来，走，各一块去。你跟我一块儿去啊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们想买一块表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您需要哪一款？这款。好的好的，我马上给您开票。买单。买表。啊，谢谢先生，我们这儿是不允许收取客人小费的。什么小费啊？买表钱？您可真会开玩笑，这钱哪够啊？不是160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我们这块表的总价值是160万。谢谢啊。
你发财了！发你个头啊！赶紧还给人家！不是你疯了你？没疯啊！占人家这么大便宜，出人命的！不是你，对，你的命是不值那么多钱。你居然被一个小保安骗走了160万！他没骗我，那块表是我自己主动送给他的，他压根就不知道多少钱。不知道？怎么会不知道？那么好看的表，他看不出来吗？大姐，你太单纯了，不贪财的男人怎么会有呢？秦总，林先生找您。哎，对不起，秦总，这个表我还是还给你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想过这个表需要那么贵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林先生，请等一下。啊，秦总，什么事？这个表你还是收下吧。哎呀，这个表我不能要的。为什么？我戴着那表晚上睡不着觉的。哎呀，那你就把表摘了再去睡觉嘛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嫌我这块表有问题啊？哎，你表没问题，是我个人有问题。OK。啊，行，那我把表留下来可以了吧？你别着急走。这样就比较踏实了啊。我有问题问你。怎么了？你这个周末有没有空啊？什么事？想邀请你参加一个 party。你说我去吗？你去不去我不管，反正我肯定去。有你什么事儿？怎么能没我事儿呢？因为那块表，我2天2夜没睡着觉了。送了160万表的这位富婆，到底长什么样啊？长得还行。那忒好了。好什么好？你说我要帮这富婆，那以后咱们什么可都有了。别想这些好事儿，人家怎么会看得上你？我跟你说呀，现在这有钱人的口味那是很刁的。放心，刁上我也不会刁上你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进来吧。这房子够大的啊！都弄花瓶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叫人没啊？叔叔好，爷爷好。小孩子蛮懂事的啊。您请。林先生，你点一个吧。不用了，来一个木须肉。啊？木须肉？真对不起，我不会。木须肉都不会，地三鲜会吧？先生，这不是菜单，这是我拉琴的曲单。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不懂啊。那你随便拉吧，随便拉。啊，对，你拉什么，我们吃什么。你拉什么，我们听什么。秦总，可以用餐了。这桌菜是我请了国际一厨帮我做的，你们尝尝看味道怎么样。不用尝了，一看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这顿饭不便宜。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是否满意。他满意不满意我知不道，反正我是有意见。怎么了？这么好吃的东西没有筷子。马上来。来，我敬两位，跟你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。真臭。谁臭啊？有本事你来一个呀。我让你瞅瞅。这些人谁呀？
我老公。哪一个是你老公啊？这三个都是我老公。哦，那他们怎么死的？第一个老公生意失败自杀死了，第二个生意太成功，一下兴奋心脏病发死了，第三个老公在去谈生意的路上出车祸死了。你们三个怎么那么不幸啊？林先生，想不想跟我一起做生意？是啥？不，通关喽！宝贝啊，妈咪问你啊，你觉得今天来家里那个叔叔怎么样啊？叔叔，一般，爷爷挺好。哎，爷爷？你真的要辞职啊？对。为啥子？我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嘛。你岁数比我都大，你还年轻，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我想好了，就算撞南墙我也不会回头。有志气，祝你成功。欢迎加入四郎集团。谢谢秦总。不知道我来咱们公司能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做我助理就好。助理？闹了半天，助理原来就是司机。不只是司机，我有很多个人的事情都需要你帮我打理的。没问题，秦总，现在咱们去哪儿？美术馆。好嘞，美术馆。怎么，你很累啊？不是，我对这种玩意儿一点都不了解，看不懂。那，你看，这幅画的名字叫《孤独的守望者》，画中的小女孩对爱充满了渴望。幸福啊。怎么会是幸福？应该是悲伤或是凄凉吧。我不是说他幸福，我是说我感受到幸福。他看起来这么可怜，你怎么感受到幸福？哎呀，我看不懂啊，秦总。走了走了。秦总，这么巧啊。马总、林总，你们也来看画啊？秦总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谢谢。这位是？给你们俩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先生。你好，幸会林先生。哦，林先生。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？我啊，他在我们四郎集团。这么说，四郎集团又加入了新股东了？哎，我不是股东，他是我的助理。秦总的助理，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了。林先生，你看这幅画怎么样啊？这幅画叫做《孤独的守望者》。画中的女孩，你能看得出她对爱的那种渴望，是多么的孤独，是多么的无助。大家注意她的左眼，你看久了，看久了，看久了会让人很伤感。很伤心那种，尤其是那只狗。如果多看，真的会哭的。好，林先生，那麻烦您给这幅画估个价。估价？这幅画几十，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啊。起码三百，哎，有办法。啊，真带劲儿。1000。好眼力，我刚才打听过了，这幅画就是卖1000万。这幅画我买下来了。好的，请小姐。
林总，钥匙。不用了，你把车开回去，明天早上再来接我。可以吗？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这一盘我终于搞懂了，你为啥子要辞职？原来是帮到富婆了，说帮富婆怎么？别人想帮还帮不上呢。你小子长得不怎么靠谱，搞对象还行啊？哪有搞对象，人家根本就没这意思。还没这个意思，车都送给你了。送什么车？我是给人家当司机而已。行了。白蛇，拉我出去办点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菜市场买菜去。开这车去菜市场买菜？晚上我好给你做软饭吃啊。哎，你大爷！秦总，现在咱们去哪儿？去商场，给你买几身衣服。给我买几身衣服？你现在是四郎集团董事长的助理，是有身份跟档次的成功人士。衣服穿得太寒酸，别人会笑话我的。其实我这身衣服蛮有档次，只是你不懂。我真的佩服你，大家晚上好。你泡妞这水平也忒高了。别提了，快别扭死了。哎呦，你这马上嫁入豪门了，你别扭什么呀？我俩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次。我怕外面人笑我是吃软饭小白脸。您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人说你是小白脸，但是吃软饭就不好说了。想听实话吗？当然。说实在话，我真的有点喜欢他。这不是实话，这是废话。那么有钱谁也不喜欢他。我喜欢他不是钱呐。不是，那你喜欢他什么呀？我喜欢他的善良，通情达理，知道尊重我，关心我，尤其他笑的时候，我特别觉得亲切，能勾起我的那种很强烈的欲望。什么欲望啊？保护他的欲望。哎呦，人家那么大公司没保安呢？我说像男人一样保护他。懂了，我也有想保护他的欲望。去去去！谢谢大家。嗯，那我怎么看你们俩都是狼狈为奸，找死是吧？就算郎才女貌，我就是不理解思思。怎么不理解我？你说你怎么就能看上他呢？其实啊，我们两个可以走到今天，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们去见见他。你是？木命，属牛，穿制服的。哦，感情是你呀。我特意来谢谢你，替我找到了幸福。这么说你找到贵人了？对啊，今天特意带他来让你看一看。甭客气，我一看就是这位先生啊。肯定是穿制服的，这满脸的夫气呀。错了，不是他，是他。这位贤弟，你在哪儿搞救啊？不敢当，我是个保安。保安？保安也算穿制服的？这不是您给算的吗？对对对，那保安就是穿制服的啊。你放心，有了他，你以后就不会再背了啊！他不但不克你，而且呀，他还助你。从今以后，无论你的家庭还是事业，你都会越来越顺的。啊，大师，这不成敬意啊。你太客气了。闹了半天跟我在一起，就是因为这个骗子。
不是，我觉得大师说话挺有道理的。什么大师？他就是个骗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并不是你的什么贵人，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保安。啊，林中飞，你等等！这保安比城管还凶。大师，我能找一富婆吗？够呛。你都是骗子。好嘛，比保安还凶。小子，你想回保安队上班？对。哎呀，我确实搞不懂了。哎，你不是傍上富婆去过豪门生活了吗？哪有那种本事啊。哼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猪鼻子上插葱装象。幸亏你回来得早。要是交上去了噻，想回来都没得机会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谢谢你。哎，队队长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，我连做爱都忘不了你。说这些有啥子用哦？行行行，去巡逻。是的。哎呀，你还傍富婆？你以为你和我一样，天生就带富贵相？林中飞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对不起，我在上班，没时间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但是我现在必须马上立刻跟你谈一谈。我没生你气，我不想跟你谈啊。为什么？什么也不为，反正不想跟你谈。好好好，马上走。哎，麻烦你把车开走行吗？我不，你要是不跟我谈一谈，我的车停在这里，哪里都不去。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承认我错了。你哪儿错了？我不应该相信那个算命的。他就是个骗子。我现在知道他是个骗子了，但我又没有骗你。我承认，我是因为他才决定和你在一起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是因为他才爱上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爱上我？因为你真诚、善良、乐观，不贪财。最关键的是啊，你小心眼。谁小心眼？谁小心眼谁知道。哎呦，我确实受不了了，咋又不干了呢？又傍上富婆了？没有。哎呦，哎，这回是真的要走吗？嗯。哎呦，不得反悔噻！哎呦，好，一路走好！哎呦，哎呦，轻点嘛！哎呦，哎呀，林助理，今天很帅哦。哦，谢谢秦总。你叫我什么？秦总。记住，以后有人的状况下叫我秦总。没有人的时候叫我思思。是秦总。什么思思？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去一个特别的地方。这不是墓地吗？没错。我们来这里干嘛？看看他们。他们是谁？我老公。我三个老公都埋在这里。你来看他们就好了，带我来干嘛呢？
因为我想让他们也可以看看你。看我？怎么可以看到我？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你吧。不用也许，肯定看不到我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总觉得他们现在在某一个角落静静地看着你呢。别吓唬我，我跟你讲。没吓唬你，我真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，就像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一直在我的身边，默默地陪伴着我。喂喂喂，你再说我走了啊。走哪去啊你？我还有话跟他们聊两句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。亲爱的，我来看你们了，不知道你们三个在那里过得好不好。你们要放心，也不要担心我跟孩子。其实我常常想起你们。对了，今天我还带了一个人来，他叫林中飞，跟你们仨一样都是好人。我特意把他带来，就是想征询一下你们的意见。要是你们没有意见的话，我决定嫁给他。林中飞，你干嘛坐在自己的背上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提前帮你买好的，这样子以后啊，我们一家人就都可以住在一起。害怕啦？我才不怕，我虽然穷啊，但是我硬。哪里硬啊？命喽。你以为哪里？命喽。那对对啊。你们干嘛呢？我们在做游戏。对对对，游戏。黑一张 ，AC 一张。哦，你掉了，你掉了。辛苦啊，秦总。小心烫啊，秦总。别客气，秦总。秦总，您亲自出马，这次招标咱们肯定成功。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记住，这次我们的标的是3亿。明白。秦总您好，欢迎您来参加竞标，请跟我来。哎，秦总，我能上个厕所吗？赶紧的。来，您这边请。兄弟，今天这个项目咱们吃定了。不一定吧。听说四郎集团今天也来竞标了，他们没那个实力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公司连1亿都拿不出来。呸！1亿，我们标底是3亿啊！3亿，你一个亿！我真没想到，这次竞标竟然会输给五牛集团。秦总，看来对方知道咱们的标底。你看会不会咱们公司内部有人泄密？不可能，我们公司是不会有雷监的。等一下，谢谢。谢谢我干嘛呢？就是谢谢。
秦总，由于这个项目咱们没有拿到手，估计咱们公司损失了大约4亿左右。还有什么？秦总，各位董事已经决定要开董事会，要求您对泄密事件做出解释。知道了。真没想到，他竟然是公司里面的内奸。公司辛辛苦苦跟了一年的项目，全让他……真不知道秦总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让他进公司。哼，用人不当啊，秦总这次肯定后悔死了。是啊，太阴险了。你知不知道商场如战场？你知不知道你一句不负责任的话，造成公司多大的损失啊？各位董事，由于我的失误，造成了公司不必要的损失，在这里。我诚挚地向各位董事道歉，并且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。秦总，我听说公司出了内奸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，到底是谁啊？公司并没有内奸。不会吧，我听说这个内奸跟你有扯不清的关系，好像还是个小白脸呢。你会说人话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，这件事情和秦总没有关系，有什么问题就找我来吧。你是谁啊？我就是你说的小白脸。你是小白脸？怎么了？口味也太重了吧。别那么多废话，你们不是要抓内奸吗？就是我。你出去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我必须要在这。用不着，叫你出去，听见没有啊？出去！好，我出去。秦总，打扰你了。啊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再见。等一下！这种人啊，林中飞。你等一下，等我等我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在里面没有办法才会这么说的。我明白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这样做的。那你把这个收回去吧。不了，秦总，我决定做回我自己。跟你在一起，我好累。林中飞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这样子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快来！哎，秦总您好。秦总，秦总，采访你一下。是啊，秦总，您说两句吧。秦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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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总吧，您说两句吧。秦总您好，请问这次四郎集团竞标失败到底是因为什么？秦总您好，我是天生我才迷的记者，听说这次竞标失败是贵公司内部出了内奸，是这样吗？胡说八道。没有这样的事情。秦总，我是八卦周刊的记者，这个内奸据说是你们公司新招的一名普通员工，他曾经是您小保安，现在是您现任男友，这是真的吗？无稽之谈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我单身，没有男朋友。秦总，这个消息是你们员工告诉我的。这就是污蔑和诽谤，你们自己想一想，我贵为一个集团的董事长，怎么可能跟一个普通员工发生感情呢？秦总，到底是谁泄的密呢？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临时工，已经被我们开除了。真的吗？您再和我们说点详细的吧。秦总，能再给我们透露一些吗？是啊是啊。对啊，秦总，秦总，再说说吧。啊，秦总，说详细点。秦总，秦总，秦总，请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，好吧？秦总，再多说几句，好不好？秦总，秦总，秦总，多说一点吧，秦总，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啊啊，秦总，秦总，秦总。辞职了？嗯，为什么呀？
不想再给他添麻烦了。人家没嫌你麻烦，我嫌我自己麻烦，行吗？为啥不接？不想让自己这么累。你真放得下呀？痛我就放下了。九哥，啊，赖了。他在吗？他去驴友了。那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他说他。癞蛤蟆还不给机会，这不你填吗？你不是一直笑话我吃软饭吗？说实话，这碗饭真难吃。你可以爱上鬼，绝不能爱上白富美。我确实搞不懂了，啊，想辞职就辞职，想上班就上班。哎，你以为我这儿是自由市场，随便逛啊？哎呀，你都上报纸了，而且是头版头条。我确实是搞不懂了。嗯，你好久学会炒作了呢？嗯，你好久又进了娱乐圈了呢？我哪有进娱乐圈？我是被这圈子娱乐。是是是。你是被这个圈子娱乐了，但是你是乐在其中噻。哎，好久还是带我们进去娱乐娱乐嘛。嗯，队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啊，现在我这个地方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除非是有人辞职，不然不可能让你进来。好吧，慢走。报告队长，说俺要辞职。要得，中！我确实是搞不懂了，你那个狗屎运咋个啷个好哦？上班，谢队长。小三，你辞职以后准备搞啥子？俺要进娱乐圈儿。滚！
我决定，今年春节之前，我要结束我的单身生活。这么大反应啊？你怎么个意思？你是不是也要结婚了？我不着急。不着急？还惦记那秦思思呢？都一年多了，人家早就把你给忘了。我哪有啊？我也早把他给忘了。真的忘了？反正我俩是没有机会见面的。你不着急呀？是啊，你不着急呀。在国外习惯吗？还挺习惯的。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呢。其实这一次回来，把股权转让之后，我可能真的不回来了。兄弟们，刚刚接到一个通知，明天我们要执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商业签约仪式安保工作。明天到现场以后，具体给你们分配任务哈，大家都把精神给我打起来，不能出滴点纰漏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去那边，你去那边。四郎集团，哎，这不原来你那公司吗？哎呀，早就没关系了。哎哎哎，来了来了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四郎集团股份转让仪式的现场。首先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刚从海外归来的秦思思女士。谢谢。四郎集团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诸位的支持。一年前，秦总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移居国外，过平凡人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将自己所持的股份无私地奉献给了集团董事会，此举真是令人钦佩啊！现在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总讲话，欢迎秦总讲话。各位好，其实我并没有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么伟大，我只是一个女人，但我不是女强人。我只想做一个小女人，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。我需要一个疼我的人，可以静静陪着我，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、啃零食。我需要一个爱我的人，可以跟我一起听音乐、看杂志。我需要一个懂我的人，在我生气难过的时候可以讲个笑话逗我开心。所以，我希望把更多的时间可以留给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。秦总，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您爱的那个人是谁吗？你说的那个人，我也一直在等他。也许他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，也许我们早已错过。您说的那个人是谁呢？不会是之前谣传的那个小保安吧？太过分了，请说话重一点。没关系，其实我认为爱情是没有分身份和地位的，幸福并不是有钱人
和成功人士的专利。成功的人并不一定可以拥有幸福的爱情，而平凡的人一样可以享受甜蜜的爱情。真正的爱情并不是他人眼中完美的匹配，真正的爱情是两个相爱的人心灵能够契合，是在能爱的时候懂得珍惜，是在不能爱的时候懂得放手。九哥，哎，看见没？重大消息，秦思思回国了。嘿嘿，我已经打听到了她在哪个酒店住，要不要见她？我开车送你去。算了，真正的爱情是在能爱的时候懂得珍惜，在无法爱的时候懂得放手。你哪儿学的那么多烂刺儿啊？啊？喂，哪位？秦思思。啊，思思，你都一年多了，你还记得我电话呢？你有什么指示啊？麻烦你帮我转告林中飞，我今天看到他了，他跟一年前一样，还是那么没出息，还是让我瞧不起。那个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现在我也看不起他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谢谢你们曾经带给我的快乐。明天一早，我就要飞走了。祝福你们。有缘，再见了。有缘再见。再见。怎么了？你真的瞧不起我？我真的就看不起你。天天自命不凡，一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就自信全无，好像是个男人，其实你就是一个手术没完全彻底的太监。知道这电话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还不明白吗？人家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不把握，终身遗憾，知道吗？沉默不都是金子，可能是孙子。
这会儿睡觉呢，你帮个忙，拉我去找个人吧。谁？跟谁？甭说了，我知道。走。哎，停！停车！
哦，没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想让你留下来啊。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留下来？我是你助理呀。你不是已经辞职了吗？对不起，晚了。我，哎，喂，你好歹把项链还给我啊！已经埋进你的坟墓里愿意，不过还是希望我俩能够一起死，带他带一辈子，那就是我赢了。成交。不是拿项链的，我来是找戴项链的你。我们曾经打过赌，如果我戴了，你就赢了。不，你赢了，你早就赢了。不过我还希望我俩能够一起死。别着急，会有。
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影。温柔的，调皮的，眼睛闪亮，萌萌的，为你魂不守舍，诱惑的我，一句亲，一句歌，一会儿哭又一会儿乐，弄得欧巴神经兮兮的。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。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，你是我的妞。这都是爱情的。